大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情意結，都不需要有一個很 specific 的物體去代表到香港，然而是那種大家生活在這個地方的氛圍，大家共同一起經歷過的所有東西，是令到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更加值得我們留下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叫力津啦。我創作呢首歌《都市爬行》嘅靈感咧，其實最主要係嚟自一套戲嘅。因為喺疫情期間，屋企工作嘅機會多咗啦，咁我成日會話呢啲要吸取養分啊，即係睇唔同嘅戲，聽唔同嘅歌。呢套戲就係《The Truman Show》啦。咁嗰套戲嘅其中一幕係講到個男主角終於認清佢生活緊嘅環境係一個電視城。咁到最拉尾嗰一幕，佢就終於能夠行出呢個電視城，去揾自己一個所謂自由嘅生活啦。咁樣。咁我問自己就係、是，到底佢行出咗呢個電視城，係咪就代表佢能夠做自己呢？好多香港人其實都係生活緊喺一個真實嘅世界入邊，但其實呢個社會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規範同埋掣肘。我亦都希望可以藉住呢首歌去寄語俾喺呢個城市度生活緊嘅人啦。我哋可唔可以真係去停低，去睇下、審視下自己到底真正想做啲乜嘢，亦都想做一個點樣嘅人啊？等我而家帶大家一齊翻去八十年代嘅香港。我記得第一次嚟富麗來呢個商場嘅時候，係咁啱同 Connie 喺皇都戲院影完另外一個嘅 campaign 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坐低食飯，話喂，附近好似有個好舊嘅商場，咁我哋去揼個框睇住咯。咁我一嚟到嘅時候，我哇，見到啲磚啊，見到啲茶色嘅膠板啊，咁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有細細個行嗰啲屋邨商場嘅味道。基本上咧，我每一個禮拜六日咧經過旺角區咧，我就會過嚟美姿 double park 噶啦。我的形象好八十年代的呢一個事情咧，其實唔係一個特別的包裝嚟嘅。我自己本身在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去找不同的古物或者一啲古著去著嘅。例如我今日而家著緊呢件，其實是我去泰國旅行的時候執翻嚟嘅一件二手衫嚟。我覺得去買二手衫或者買一啲二手物品，其實是一件很有趣同埋好得意的事情。上一個著呢件衫的人，佢有啲咩故事？咁所以其實我本身自己已經好中意著一啲二手衫啊，或者一啲古著 style 嘅服飾。Young Blood 到底係個咩團體咧？咁其實我哋唔係一個正式嘅組合，咁純粹係我哋想象徵住香港嘅觀眾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音樂類型可以接觸到嘅。香港好多時候就會規範咗廣東歌係一個類別。可能就是我們千禧年代聽慣的一些 K 歌啦，即我不是去到說到底 K 歌是對香港樂壇好還是不好的一個現象，因為的而且確都是代表到當陣時候的一個時代。當而家疫情底下大家已經很少唱 K， 甚至乎一間又一間都慢慢緊喺度消失緊嘅時候，咁我哋係咪一個好好嘅契機去將香港嘅音樂類型再一次變得百花齊放呢？咁我哋 Young Blood 其實個計劃或者呢個企劃，我哋希望係達到呢個目的咯。八十年代對於我嚟講，最特別嘅地方係我唔係活喺嗰個年代。好多時候啲人就會話：喂，你好懷舊喎、但其實坦白講，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一個懷舊，但其實對於我呢個九十後嚟講係一啲新鮮嘅物品。咁但係當我去慢慢探索翻嗰個年代發生過嘅所有事情，尤其是喺樂壇啦、娛樂圈入邊嘅事情嘅話，我會覺得的而且確嗰個係一個最百花齊放嘅時候嚟嘅。亦都同時之間，佢係一個好強勁文化輸出嘅年代。咁我諗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好希望我哋嘅音樂、我哋嘅娛樂事業可以再一次去打出亞洲。咁我諗嗰個年代係俾到我哋一個寄望嘅，係一個黃金年代。
如果你問我嚟緊有啲咩值得留意我咧，咁我首先要宣傳一下先啦。我八月七號咧喺 Music Song 會有個個人嘅音樂會嘅。咁啊，如果大家到時已經出咗啦，咁可以繼續留意去買飛一下咁。咁而第二樣咧，其實我自己好想除咗做音樂以外咧，係想帶動一啲嘅文化嘅保育嘅。咁我嚟緊會同一啲唔同嘅媒體可能去做一啲合作，例如香港霓虹燈。已經慢慢消失緊嘅呢個題材去做一啲嘅作品，甚至乎可能會連同埋其他啲攝影師會唔會可能做啲簡單嘅展覽啊咁。咁呢個係我自己喺音樂以外，我好想可以達到嘅嘢嚟嘅。即係如果有人話俾我知佢喜歡我嘅音樂，佢喜歡我嘅打扮同埋衣著，我會好開心。但係如果亦都有人同我講話，我因為你而多咗留意一啲慢慢喺香港消失緊嘅本土文化咧，呢樣嘢帶俾我嘅歡樂，我覺得係更加大嘅。